裤裆里的世界杯，各国包大人驾到！时间到！是的，续编报是主今天来的小兔兔世界杯。续编网络各国包大人参加这场褪去球衣的比赛。葡萄牙队代表 C 罗代言产品不如自己赚，自创服饰品牌 CR7 卖得下下叫，汗臭后自己就是最佳雕模。退役球星贝克汉也曾与品牌联名，本届没晋级的意大利队也曾整蜗鸟整队担任小裤裤代言人，也有品牌特别为哥伦比亚的 J 罗推出 J10 系列，娃娃脸的外表下雄伟的小 J 罗也吸引到 CK 找他代言，是双品牌认证的 size。